师父开示过，去庙里布施从来不在功德簿上留名，一留名就是着相布施，功德会减少很多的。请问师父，这种情况下功德一般会减少多少？也不会减少多少，你写上去的话嘛，这个就是说你名的这个功德，一个是有相布施，一个是无相布施，因为无相布施呢功德更大，天上都知道的呀，对不对啊？一个有相布施嘛，你写下来给人看见了，天地鬼神都看见了，对不对啊？他也给你记录的，但是这种呢就是境界不高。我举个例子给你听听，雷锋为什么比较受人尊敬？因为他做了好事不留名呀。那么很多小朋友在学校里为什么受人尊敬？他做好事人家都知道的呀，一样的呀。那么当然不留名的人被人家发现之后更高尚一点，明白了吗？嗯，啊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嗯，明白了，感恩师父。